上次自制环游，今天来自制个马苏里拉，超能拉丝的那种。我这里用了3升的生牛乳，刚刚挤出来的那种，倒2杯50毫升的纯净水，放入6克的柠檬酸，还有30滴凝乳酶，搅拌均匀。家里没有这些的，可以试试用陈醋。温度计是必须的，小火慢慢加热，等温度到达13度的时候，倒入柠檬酸，然后继续加热，不停搅拌，保证受热均匀。等到30度的时候，锅离火，再倒入稀释好的凝乳酶，快速搅拌，盖上锅盖，让牛奶静置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锅盖，这个时候会发现上面出现了一层凝乳，就像豆腐一样。用刀轻轻的切成小方块，再次小火加热，继续提升温度，到达40度。关火，盖上锅盖，再静置5分钟。小心的把乳膏过滤出来，轻轻的挤压排出乳清。你们看，这个手指还是很粗糙的，没关系。挤出来的乳清加热到80度，加一点盐搅拌。接着把乳清倒在芝士上，记得要完全没过芝士。等待了15秒，你们就会发现芝士变光滑了。取出芝士，折叠拉伸，这一步决定做好的马苏里拉是否能拉丝。稍微的把它整一下形，让它变得表面更光滑。我一共做出了150克。包上保鲜膜，放进冰箱冷冻保存。平时吃的时候可以用刨丝器，吃泡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浓郁拉丝。吃吐司的时候也可以来一点，奶香浓郁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听说去了籽的草莓会更好吃。米饭里加入沙拉酱、海苔，搅拌均匀，这样捏成饭团不容易散。芝士片对半切开，铺在培根上，把饭团卷起来，可以用牙签固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下锅煎了。煎的时候每一面都要照顾到，把中间的芝士煎到融化，草莓切丁，加一点白糖拌匀，再加一点冰糖，熬成这样的亮红色。到了喜欢的杯子里，把果酱抹在杯壁上，倒入牛奶，是不是贼好看？饭团也煎好啦，融化的芝士紧紧地包裹着饭团，最外面的培根咸香中带着点酥脆，每一口咬下去都特别的满足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发现我的粉丝都好爱自己的女朋友，天气一干燥就来问我有什么适合女朋友喝的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木瓜炖奶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拿出小电锅，倒入切好的木瓜丁、红枣、冰糖，清水没过食材，炖个10分钟。等水滚了之后，加入牛奶，一勺枸杞，在这干燥的季节里，快做给爱美的她吃吧。某人说饺子皮这样做，他一次性能吃掉3个。葱花多切一点，这个葱油配方在拌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来一口。一层饺子皮，一层葱花，重复3次。用擀面杖压扁，让葱油和饺子皮融合在一起，在表面划上几刀，这可是酥脆的关键。像我这样把它卷起来，然后再压扁，压得越扁，煎出来的时候口感就越脆。锅里的油不要多，煎到焦黄酥脆的时候再放面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。一个鸡蛋搅散，加入1勺白糖、1勺醪糟，水一定要是沸水，再来几颗枸杞。葱油的香气完全的融合进了酥脆的饺子皮里，咬下去还咔呲咔呲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有没有人和我一样，火锅料里面最喜欢的就是蟹肉棒？炒软的蟹肉棒淋上蛋液，加入豆瓣酱、辣椒酱、蚝油、生抽、糖调味，
翻炒均匀之后，淋上一碗水淀粉，大火收汁，等待浓稠，撒上芝麻。这是我觉得最适合做给对象的饮品了。切片杨桃，加上冰块，吹上521下，倒上绿茶。在 BB 上贴上小星星，寓意是我看着你的时候满眼都是小星星。把蟹柳盖在米饭上，撒上葱花，炒入味，一丝一丝的蟹柳搭配着米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这个你吃三碗也不会胖哦。粉丝问我有什么可以零基础又零食物做得还好吃的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排骨焖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煎至表面焦香的排骨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再加一碗水焖散10分钟，倒入胡萝卜、青豆、香菇还有排骨，焖排骨的汤汁也不要浪费，一起倒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煮饭键，打开盖子的一瞬间，香到我家狗都疯了。简单又美味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最近浴室的地板上多了好多头发，我觉得女朋友的头发男朋友应该更关心才对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养发周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护发哦。需要的食材和比例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截图保存。记得加两块红糖，倒入2.5倍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煮半小时。最后撒点枸杞，秃头女孩的救星养发粥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肥牛怎么做都好吃，就像你怎么样都好看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肥牛泡菜卷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肥牛卷、芝士、生菜依次叠起来，放上灵魂泡菜，用筷子压住一端卷起来。料汁的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喜欢吃浓稠一点的可以加点淀粉。下锅煎的时候，先煎有开口的那一面，这样子不容易散。吸足汤汁的肥牛卷搭配爽口的泡菜，你们想象一下味道有多好吃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来一波烤肠的活动，看看这满满的一冰箱，5根、10根、15根、20根，你们自己算算一根才多少钱。一共2种口味，一个黑椒，一个原味，吃起来特别方便，下锅直接煎或者放进空气炸锅、烤箱都可以。这可不是淀粉肠哦，满满的肉感，平时不管直接吃还是夹吐司，味道都好极了。